家好，我叫小绿，活在世上的主要工作就是吃苹果。然而今天我的面前竟然出现了另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。你这别说，这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吃，那我可得尝一尝啊！哎妈，大意了，我这小身板还不够长呢，那我还是先吃一个苹果。这咋跟我想的这不一样呢？看来我得换一个姿势才行。咦，不是，这个苹果我记得我之前吃过来着，这可容易了呀。那为啥有个彩色棒棒糖之后就不一样了呀？哎，我不信，我吃不着啊。哎呀，摔得我头晕眼花的，这回我小心一点，先慢慢探出一个头，再向上。不行，还差一点，不然还是躺平了吧。啥苹果呀，啥棒棒糖呀，都不吃了，我就在这躺着。可是那个棒棒糖看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我还没有吃过呢，还是再努力一下吧。哎呀，吃到了苹果，然后向上再回头。啊，怎么这样呢？可我明明记得这个地方很轻松就过去了呀，这咋回事呀？这是。